在游戏中捕获生物模式，开始 Pokemon Trader 吧。旋转转盘来决定地点吧。发现神奇宝贝，是强力的神奇宝贝，是非常强力的神奇宝贝，是强力的神奇宝贝，都开始。第一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的判断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轮盘，提升攻击力，太棒了。效果显著，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。Thank you。对手也很有能耐。第二回合。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的判断，超进化机会，向联赛本部暂停下轮盘吧。成功，超进化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轮盘，提升攻击力。效果显著，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。对手也很有能耐，形态转换了。最终回合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的判断，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。太棒了，上吧，究极技能。捕获机会，对方的神奇宝贝不能攻击，我最大的力量被解放了。德尔尼亚斯出现了，搞定了，捕获机会，你不能去。丢出宝物，生存奖励，按下球体按钮停止轮盘吧。是神奇宝贝球，是三连捕获，选择想带回去的神奇宝贝吧。神奇宝贝资料传送中，
传送结束，取出缺下吧。 Insect Point 可以再带一只回去哦。选择想带回去的神奇宝贝吧。神奇宝贝资料传送中。传送结束，取出缺带吧。绿主要在家了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。太棒了，上吧，究极技能。你想好喂，哎，电话开完了，这次的卡是上涨掉的，而且这次有那个啊，叫做人物卡 HR， 不是人物卡都有 HR， 彩图版的，全图人物，然后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，金卡版，金卡版 ，B R B 有金卡版。第二回合，旋转上弹来选择技能吧。成功，我觉得那个会赢，那几张纸吧。超进化，沙漠机会。而且我觉得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。什么什么就技能吧呀？上吧，究极技能。我裂开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，天空震到，形态转换了，最终回合，只亲你而已啊！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，那我们真烂啊！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。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吧。2500是不是最高的？好像我都已经太棒了。上吧，究极技能。选单张啊，你还要干嘛？你先把它选出来，再那个。我上次给那个嘞，那个夹子嘞。帮忙拿夹子来啊，等下不会弄坏啊。搞定了。捕获机会，很好，使用辅助攻击。安全帽拿，放好。安全帽放好。打中要害了。对方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。撑住啊！撑住啊！亮片看起来好看的，把手撑住啊！哇，我把灯给拆出来了，他可以卡，很好，不是。你知道送你表弟，不是珍藏版的那只，我们丢出宝贝，现在是两只啊，我再送你一张，你就等到打完再用他们就好了，反正他们现在够用啊，三只够用、啊。按下球体按钮，停止轮盘吧。最后一代，对了，就有人咒骂他，你看那个夹子放不放下？
是神奇宝贝球，放另外一边，看看把四星的放在同一边，不要压到，压到要坏掉、哦。可以啊。我想到，你要看到恭喜，鞋子怪就是好的。哪有？有了。发现神奇宝贝是强烈的神奇宝贝。这个。上吧。是强烈的神奇宝贝。上了你。上了。上了。你刮子。战斗开始。第一回合。旋转转盘来选择技能吧。很好的判断，是神奇宝贝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，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攻击力。太棒了！上吧，初级技能。神奇宝贝的攻击要来了，诸神再见时不必追打大家，记住啊，发现神奇宝贝。第二回合是强力的神奇宝贝，旋转转盘来选择是很好的宝贝。我方神奇宝贝的攻击停止转动条来提升本跑，释放上吧，究极技能。回去的神奇宝贝吧，所以这样合不合
用你的神奇宝贝交换对方的神奇宝贝吗？神奇宝贝资料传送中。传送结束，取出 Treta 吧。传送结束，取出 Treta 吧。Insert